您回来了。哎，买这么多菜，你李叔叔他们要来吃饭，我得做几个好菜。哎，老妈，那我跟文静先撤了啊，我特别不想见到那两尊神。你李叔叔他们一家可是咱们家至交，你就这么没礼貌啊？做人要大气。你不喜欢圆圆，拒绝了人家，他们跟咱们家计较了吗？还有，上回圣诞节圆圆回国还专门买了礼物来看我，还问你的情况呢。他特得意是吧？人家多牛啊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，仅次于牛津和剑桥在英国排名第三的学府啊。哎，貌似毕业之后在英格兰不是什么银行的这个董事，就是内阁部长，最不济的也是国会议员。他来咱们家是来显摆来着，反衬我特平庸，特不学无术。你也知道嫉妒啊，人家一个女孩子比你有出息多了。我嫉妒她，我躲她还来不及呢。女人不能读太多书，书读多了一身的毛病，女大专生就是小龙女，哎，本科生就是黄蓉，博士生就是李莫愁，哎，硕博连读的就是东方不败。您知道博士后是什么吗？传说中的灭绝师太。哎，不信您问我爸就知道了。好了，我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你瞎扯，待会客人来了你给我注意点啊。文静啊，给我帮厨。哦，做红烧牛肉啊，先把牛肉切成块，放在开水里焯一下。哎，你煮点开水吧。哦，再放上葱姜桂皮和料酒，你把这些调料品拿出来吧。哦，去弄点葱吧。再放上炒锅，放一点点油，把大蒜啊、辣豆瓣酱啊、花椒啊放进去煸一下，再放上酱油、冰糖一块煮，等煮出香味来就好了。煮一个多小时吧。哦，你再包点蒜吧。嗯，哎呀，你这蒜太少了，这不是过家家。哦，哟，他们来了。洗手。你李叔叔朱阿姨是杭州人，要去龙井啊。哦，您听了吗？是吧？对，都挺好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李叔叔朱阿姨，这是我老婆文静。李叔叔朱阿姨你们好，刚去的龙井。好，谢谢啊朱阿姨啊。谢谢。不错嘛，长得蛮小家碧玉的。喝茶喝茶。我去厨房帮忙。坐下。你李叔叔朱阿姨难得来咱们家一回，你陪人好好说说话。文静，嗯，你再去洗点水晶红富士来，要削好切成片啊。哎，停下停下。天涯，那你结婚怎么不跟叔叔阿姨打一个招呼呢？哎呀，没办，人家赶时尚去马尔代夫的天堂岛旅行结婚了。哦，对了，照片你看看。他们在那儿拍的。挺漂亮的啊。是吧？我和你李叔叔啊，去年春节也去了趟马尔代夫，远远拿了一等奖学金，说春节不能回来陪我们，就用他的奖学金啊招待我们去的。哎呀，这孩子挺孝顺的啊。我们去的是啊瓦宾法鲁岛，那儿的别墅啊是超五星级的，露台啊面对大海，躺在床上侧着身就能看大海，比这天堂岛啊档次高一点。那儿啊有很多的岛屿，分等级的。圆圆说啊，要去就去最好的瓦宾法鲁岛啊，景色最美，有世界上啊最棒的沙滩。我去拿水果。请喝茶啊。喝茶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儿媳妇啊挺不错的嘛。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还有几个能下厨房啊？啊，哎，就剩我们家圆圆嘛，到现在啊什么都不会干，中午啊在学校吃个三明治，到晚上呢就到那中国城吃点炒饭什么的。好在这中国城离学校近，那不然岂不饿死了。我这儿媳妇啊干家务嘛还算可以，不过啊她不能跟圆圆比啊，
远远都能读书啊。人不能十项全能嘛。哎，你就是全能啊。我哪行啊，有局限，人都有局限嘛。儿媳妇做什么的？房产置业顾问，也还算是个热门的工作吧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呀也正想看一套房子，有空啊请他给参谋一下。好啊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。最烦那个女人了，我看呀，她和你妈倒是一对，绝对投缘。没听你说起过呀，原来还有个杨博士暗恋你啊。老婆，那都是100年前的事儿了，就冲那个丈母娘我还敢接招啊。他心里不服气，来看看你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婆呗。我找的小家碧玉，人家就长得大家闺秀了。哎，我给你加个底吧，你比那个黎媛媛顺眼多了，真的。老妈，文静，哎，看着点牛肉啊，等吃完就可以起锅了。哦，对了，把细心的筋撕了，待会儿我来炒鱿鱼。哦，会撕筋吗？会吧。对了，家里的红酒开瓶器坏了。哎，我去买。快点回来陪客人啊，别一晃又没影了。哎，老婆，你先顶一会儿啊，我去去就回啊。OK OK。先生，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行行行，房子的总价我替您算一算，我马上打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总价是9638400元。您是按揭还是一次性付款啊？一次性付的话，我们现在公司有6%的优惠。房价会期间有效，过了就只有2%了。300平米的那一套，差价应该差不多。我帮你算一算，您稍等啊。天涯一结婚呢，很快就会有小孩子了吧？你们夫妇二人就可以享受天伦之乐。就是。哎呀，我们家那圆圆啊，个人问题啊，到今天都没解决。等他读完呢，那个博士学位哦，该28岁了。是呀。你说他学历那么高，又是世界名校出来的，一般的男孩子他哪敢追呀？那剑桥、牛津、耶鲁、哈佛的博士不是大把吗？还愁找不到一个跟圆圆般配的？哎，什么东西糊了？文静，哦，范先生，哦，这样，您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。哎，好，拜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接了个客户的电话，连这点事也做不好，你究竟懂不懂怎么做人家的儿媳妇？我是不懂怎么当您老人家的儿媳妇。你说什么？你父亲那个样子也就罢了，你母亲好歹也是个中学教师，她没有教过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吗？要不他就是这样给你示范的。你可以不尊重我，但请你不要不尊重我的母亲。哎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这客人在这儿，你看。啊啊，那马上就好了啊。哎，文静，西芹撕好了吗？嗯，帮我切下鱿鱼花吧。好啊，你们再坐会儿。天涯，你招呼客人啊。哎，快不会切什么鱿鱼花，我连西芹怎么切芹都不知道。你别老想着要改造我，我当不了。
当你的那种贤妻良母，我也压根就没有打算当。我不赞同你的家务是女人的专利的看法，我不会心甘情愿接受你们单上主妇培训。你，好，你少去，好，你们俩瞧见了，他们俩在吵架，这是老外的范儿。争吵本来就是婆媳关系的一大突破，争吵可以加深了解啊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别激动了。哎，小曼，怎么了？啊，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我和文静马上到，你们娘俩好好待着，等着我们。哎，小曼肚子有异动，这刚出差了，小曼爸妈又不在，我们得赶紧送她去医院。走走，快。啊，对不住，朱阿姨，下回等圆圆学成归来，咱们两家再好好聚啊。爸妈，救人如救火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拜拜，快去，快去。好，哎，二位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来，行。你没事吧？